监控画面拍下，一位美女带孩子，因为好奇在门口边看另外一女的在酒精盘里加酒精。刚开始酒精盘还有火苗，那名女子以后就这样哺乳点酒精应该没事的。结果在倒入那刻，突然爆炸了，火苗直接涌入美女和孩子身上，吓得美女立马跑开。 身上的裙子也燃了，孩子全身也燃了起来。这时里面听到尖叫声，连忙过来帮忙灭火。虽然火灭了，但是孩子身上多处被烧伤了，太恐怖了，大家以后得注意了，千万别带有火种就加入酒精。